哎呀，老大，你弄这么多烟花干嘛呀？玲珑在信上说了，发兵之前以烟花为信号，他里应外合救人。这上面没写，这不就是个劝降书吗？你个小毛孩，你不懂。那我去点了。哎呀，哎，你是想看烟花了吧？ 怎么样，玲珑？你看到了吗？过了今晚，如果我们都还活着，我就找你定量提亲。这辈子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 永远不分开。玲珑。 盼却你。